作。为了工作就不带我了吗？咱们是张马屁，还好领大马屁才能吃遍那天下。宝贝，哎，月亮升起，我们开房去吧。干嘛？工作无聊，怎么想死你啦？怎么啦？下属找我汇报工作来啦。又来撒谎。汇报工作和撒谎是习惯的一家。胖胖啊，我家买酒发票还没报呢。拿来啊。上海旅游也去买东西啦。一起报销。晚上是否一起带过去啊？你快点吧。每人入怀，共款报销，互相利用吧。胖胖，哎，你去开房一定带好房卡。为啥？前台去拿我螺蛳粉来。好，我送过去。我们恩恩爱爱，生活潇洒。太对了。我期待那生生时刻早点到来啊。宝贝，哎，我们是否谢谢我同学啊？为啥？他送微博给我，成全我俩。是哦，这股份能得你被我拿下。讨厌，为了你无一二三和真爱一生啊。宝贝啊，我刚发现情况不对头啊。怎么啦？越来越多的人围观撒花。不会吧，我们仍然被微博直播啦。 Oh my god， 我们两个是微博里被取代。